一晃啊，时间很快，15年过去，这15年里头呢，不少的艰辛，也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总在给我一个感觉，我感觉非常的欣慰，就是我有一批特别特别好的学生，他们这些学生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我学，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学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学的过程中间啊，他们都是克服了种种种种困难，这是我们所比较欣慰的一点，同时也是被感动的一面。所以呢，在他们学的过程中间，我们总有一个心愿，就好像想把自己的知识交给他们吧。啊，当然这些学生，条件不是像我们从前在学校教课的时候那么好，可是呢，他们的一种精神非常好。我觉得我们看到他们从零到现水准来之不易，怎样的认真去教，怎样的去努力的去教，这只是单单的一方面，还有另外一方面，就是说这些学生自己的努力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就是说一直感动着我们，就是好好的把这个学校办下去。就是拿我们这次演出来说，就得到各方面来支持，特别是谭圆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谭圆圆啊。这次我非常开心能够参加杨老师庆祝他们刚入到学校15周年的盛典。虽然我是在现在还在那个葡萄架子的演出期当中，但是我能够很高兴能够抽空来参加他们这次的演出，因为前两天我都看过他们学校的公演，所以对他们的精神，对他们杨老师身边的一些舞马我可能也是特别的喜欢，觉得能够有机会看到在湾区看到这样子的舞蹈，也是我说的。新的，所以这次我们能够participate是非常荣幸。在这么多的支持鼓舞下啊，古谣咏今天15周年，它不是一个镜子，它只是一个里程碑，它是鼓舞我谣咏继续往前的一个开始。我热爱舞蹈，热爱舞蹈这么一个事业，所以在今后的也许10年、15年的这个过程中间，我谣咏会继续的努力的。丝毫不松懈不怠慢的把我们这些无论是老学员也好，将来再来的新学员也好，把他们教好，教得更好，让我们的舞蹈学院发展得更加的更上一层楼，更加的辉煌。